中间会主委将把洛恩拿着报告仔细研究，十号早上前往新北市会刊捷运三莺线跟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预定地。新北市捷运局长赵少廉极力争取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留在新北市，提到从台北大学到三莺新生地，将设置原住民族意向捷运站。车站的里面是不是可以有像刚才讲的，对，有相关的这些贩卖哈？ 广告灯箱、解说牌，有一些意向的一些行销。不过也跟您报告，如果我们要争取那个原住民族博物馆，正好在那边，那边正好是车站，那个可能更。 等下看现场才知道到底这个可能我们要在一起想。目前原民会跟国发会初步希望将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设置在莺歌区三莺新生地，但已将把洛认为桃园、花莲也在极力争取。他提到目前还没有定案。如果我还是议员，当然我要全力捍卫我们的权利啊，要放在这个地方。他现在如果在不同的工作岗位里面来讲的话，就必须面对每一个争取博物馆的这些。 县市呢，他们整体的优势在哪个地方，我们就会比较公平的这个评估了，这样比较好。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预定地是否会有变数？新北市议员宋宇臻署议就设在三莺新生地，除了当地原住民人口密集、土地无偿取得，加上也不需要区段征收复杂的行政程序。参观的就是一些大陆的人口，就是失去了让我们自己族人就是有传承教育机会。 11万多，12万多的人口会在桃园跟新北中间，那这个地方是最好。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各县市都在努力争取，目前行政院也将预定地纳入重大法案。未来坐落何处，准原民会主委已将把落还没有定见，最后答案将留待520新政府上任后结果才会出炉。记者纳布达 Q 新北市莺歌采访报道。